上面呢好像没有看到这场比赛的实时数据的统计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可以看到数据统计的这个网站呢，也不妨在 P8 上面来告诉我们。其实我们也还蛮想看到，来查一查雅虎吧。再到内线又被断掉，看看一传，裁判吹了犯规。84-55，差距呢还是接近30分。再给外线漂亮的传球 ，Westbrook 看看他的三分球怎么样，也投进，哇，真的是一荣俱荣啊！今天在一开始 Cameron Anthony 投的进，接着呢是 Darren Williams 投的进，现在 Westbrook 在外线得到机会的时候也没有放过。这支美国队好像就是这样啊，人来疯啊！你投得进的时候呢，我也投得进；你投不进的时候呢，好像我也有点难过。英国队没有投中，看看这边美国队还是要打快攻吗？时间好像还来得及。第三节最后压哨，卡梅伦森林完成了灌篮，这样89-55。